UP 主，刚才有个欧皇给你三连了。哎呀呀！啊！好，好啊！好的，欢迎观众老爷们收看本期单肉一张六的精彩解说操作，斗地主视频，兄弟们别拿沮丧不当歌王啊！好的，给告他就完事了。我这一波完美排序，哇，真的牛皮啊！这个牌很牛皮。你看，麦克风来了，游戏结束了，我宣布游戏结束了。缓而后之，曹军缓而后之，曹军自乱。这个时候应该出那个雷杀，那个六点数为六的那个梅花杀的啊！我这个有点急了，兄弟，有点急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直接秒两个。我就问你们，行不行？那么这一局呢，没有抢到地主，我估计队友是个校尉，但是他只要玩得好的话呢，校尉我一样很欣赏他。大哥，你玩点别的不行吗？你为什么玩孙策这种将啊？我真的是服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只能闪、啊、出闪，再杀再出闪，有 AK， 你想干嘛呀？你还打算一回合秒我吗？好，决斗，好杀一刀，然后把这个武器给他，不慌，我不怕，来孙策砍他。大哥，你他妈的连杀都没有吗？啊，你玩孙策连杀都没有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废啊！这个人真的是蠢的一批啊！这个时候换不得啊，直接万箭齐发。你看熟悉的出场，我就知道这是个老孙策了。然后呢，大哥，大哥牛逼，大哥！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错了，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是我不对，这一波是在下的问题，对不起。那么这一局呢，选的是个苦肉盖，怎么办？有个加一码，把这个赵云砍了。这一波怎么办？无中生有，火攻，红桃扔出去，再杀一刀结束。过河拆桥，把他武器拆掉啊！没有拆到武器，拆了一张决斗，不亏。然后呢？想什么呀？我这加一码直接砍你，砍你一个四季，好吧？你还刷个 AK， 你想秒我？想什么呀？一天天的，不慌。然后呢？你杀我一刀。不就扣一滴血吗？无所谓。这就有点棘手了。那这个过河拆桥百分之百要交到赵云手上，因为我三张黑卡，我太黑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结束，不慌，我不怕。然后呢，顺手牵两球。然后呢？你他妈来这么多乐不思蜀干什么呀，大哥？哎呀，我好想吐啊！啊，有桃子，不慌，我不怕。顺手，然后呢？顺手牵羊，万箭齐发，杀，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你来点别的牌不行吗？啊，你这输了呀！借刀杀人，借刀杀人，还好我没装青龙偃月刀，兄弟们，装了青龙偃月刀，我说不定就没了。这波两刀杀出去，闪，哎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，然后呢？再出闪。哎呀，我好想吐啊，兄弟们，这他妈什么牌呀、啊、这救的不去，他妈服了这个牌队了，真的是人玩的菜，牌特别好。哎呀，真的服了这个狗卡这个系统了，好吧。那么这一局呢，依然没有抢到地主，队友啊依然是个十副长还是千副长，我忘了。不慌啊，然后呢决斗，我再忍你一手，好吧，我再忍你一下，杀出闪，幻图天下。这一波吃桃子，然后顺手牵羊，只需我一言便。他给我一张桃，皇上视我如父。这波直接上横平面杀一刀，然后兵将平乱结束。忍一忍，风平浪静；忍一忍，海阔天空。沮授手上牌多，你是秒不掉他的，真的。雷杀，你还敢杀我？想什么呀你？闪，乐不思蜀。好，乐不思蜀。然后呢？好，无懈可击。功名利禄，只需我顺手牵羊便可。过河拆桥，拆手牌。功名利禄，只需我一言便可。火攻，好，你手上是一张杀是吧？你死定了。九杀。视我如父，我等万人之。想什么呀？一天天的，这一局直接选白马好吧？我不知道输。
这两个就有点难打了，直接开蓝蛮入侵，好节奏发一刀，有桃子再杀，我不信你有两刀，游戏结束，我这个马都不用上上，我都不用上马出城了，兄弟们。然后呢？过河拆桥，八张牌怎么秒啊？啊，我手上只有三张牌，你怎么秒我？不慌，好杀一刀，再杀上张马结束。有一说一啊，兄弟们，元素是比较克这个区域的啊，有点克制，真的。好，这波再张马再杀，结束，盆甲不要上。四海未泰，修文德借刀杀人。过河拆桥，好，过河拆桥，拆手牌，冰凉村庄，然后杀一刀，方便下回合秒他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这样啊，大哥？好，杀一刀，再杀，结束。那么这一局呢，抢到了地主，只能选马良了，没办法，马良当地主啊，就看牌运了，好吧？这两个，哎，这个牌很牛皮。好，这一波不墨迹了，直接顺手牵羊，有无懈，我有无懈，哎呀，你还有无懈，无中生有，决斗，好，杀一刀，他必须出杀，这个时候再杀，再扣血，蓝蛮入侵，这一波有观众说应该先杀这个孙权的，那我就想问一句，孙权有四血，你怎么秒啊？过河拆桥，你别小看着这个李儒啊。这个孙权把我手牌扒得差不多了，这个李儒一张灭迹，一张顺手牵羊，一个焚城，我就死了，我必死无疑，知道吧？马良这个将最大的弱点就是他回合外特别特别脆，真的，他就四张牌，真的杀一扒就没了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，只有在回合内还是过牌量比较大而已。好，这一波吃两张桃，决斗，杀一刀，再杀，乐不思蜀，结束。乐不思蜀，天过，合理。哎，你就继续好吧，你就继续。好，这一波直接原地起爆了，两刀顺手。好，过河拆桥。九杀。哎，这一波只能说是牌好，兄弟们。那么这局呢，选的是个五星蛮王。哇，对面这两个就很棘手了，有个朱雀羽扇，看看啊。先上马出城摸一张牌，铁索连环连上无懈骗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再上这个朱雀羽扇啊，好，最后冰凉寸断，然后顺手牵羊牵戏子财，哇，孙权手上有无懈，兄弟们，孙权手上有无懈，这个孙权是真的能忍，杀一刀，乐天之命，临危不惧，万箭齐发，闪，还这么能忍吗，兄弟？好，杀孙权，孙权有桃子，无懈，这个孙权有桃有无懈呀、啊，这个牌很牛逼啊，这个孙权加一马又安排上，还有桃子，我丢，牌是真的好啊，这个孙权确实，这是我没想到的，吃桃子上马杀一刀，只能莽他了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他把我的马给拆了，主公且别用杀，等待时机，不然的话这个戏子才多半是死了。啊，吃桃子，结束，棘手，怀念，摧毁，九杀出闪，冠师傅冠我，不算太亏，他也杀我一刀，有点难。好，这一波捡一马九杀，有桃吗？没桃，对不起，你死了。孙权你也差不多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好，摸牌，杀我一刀，乐不思蜀。只能跳，没办法。好，这个时候借刀杀人，千万不要先借刀杀人，先杀一刀，再杀。这个借刀杀人交不了。好，现在可以交了，他手上只剩两张牌。借刀杀人，杀。好，你来，你有种就灌师傅。好，你灌的好，你灌的妙，你灌的呱呱叫。你死定了，知道吗？你死定了，吃桃子杀两刀，游戏结束了，蛐蛐。哎呀，你还有酒，哇，老阴批啊，然后呢，火攻飞桃你有吗？有，过河拆桥没杀，好，这一波顺手牵羊杀一刀，不要打九杀，我怀疑他有闪，你看这个老阴批，哎呀，真的是服了这个人了，小人，小人做到极致了，知道吗？想骗我九杀，游戏结束了，想什么呀？好的，感谢老铁们观看，我们下一节目再见，别。